等等要来弄支配了，等等要来撞五楼支配了，我先帮他换这个欧灵之石。我觉得啦，现在的封印符算便宜啊，如果你没有那个奥塔传符的，可以去考虑做一下，算便宜啊，现在已经算很便宜了。数学博士准备上线了，真的会帮他做这个，可以做100多发哦，10%的几率出20颗，有机会吧？好，来，你成功串流了，你可以直接做了。哦，开始了是不是？开始吧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数学大师上线了。开点，开点，开点！啊，干妈的沙小，哎、欸，你是做二中的吗？太扯了吧！我说今天美股飙升哦，今天可以做。好吧，随便你了，不想说什么了。到底在讲什么东西？哇哦哇哦，二中一哦，嗯，这么好做、哦，台南的 IP 特别欧啊。是台南的吗？台南的 IP 啊，你用我电脑点的、啊，所以应该是台南 IP 哦，对不对？数学大师不会超过预算的。我刚才只买了80万钻，80万钻。嗯，好，嗯。哇，又出二中一，你这不是10%而已吗、嗯？差不多。怎么那么好中啊？就速战速决把它马上做完。速战速决是不是？我问你哦，你会想今天直接点支配，还是你要跟明天一起存来点？其实我是觉得说，本来想明天点，只是我觉得今天大家等很久，然后7000多个人在等我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就算亏，那我们点一下试试看。哦，是这样是不是？稍微挑战一下，稍微挑战一下。哦，好哦。嗯哼，不怕当第二个无敌星星就对了。点哥点了100颗啦。我喜欢挑战，像今天这样点应该比较难的。嗯哼，好、哦。今天这样点应该比较难吧？今天这样点比较难啊，我觉得存40颗再点是蛮稳的啦，20颗再点就有点运气运气。好紧张。不会要干嘛紧张？会出来就会出来，不会出来就不会出来。别人的钻特别紧张。还不错、嗯，目前已经做了5颗还6颗了，这样算欧吗？还不错啊，你才花了1000多颗石头、欸，正常来说10颗出1颗啦，你还没做到60次啊，已经出了6颗，当然是算欧啊。嗯哼，嗯哼，这么好中，这10%怎么感觉好像50%？扯啊，扯扯扯扯扯，看今天绝对有问题、欸，我觉得不可能、欸。嗯，他锁住了、欸，是不是美股现在在跌啊？应该是不是啊？干，我觉得比较像是他会锁、欸。嗯，他完全不给、欸，太扯了。是不是丁丁站在你家楼下？也没有哎、欸。哇，哦，出了，刚刚才一颗，这样才一颗，有点离谱啊！光头绝对打给 NC 了。嗯，刚刚好重哎、欸。你这样才做10个出来，真的今天很硬，只能大量出奇迹了。做台的话就是整这样，干太扯了吧！那10个0中哎、欸，这个跟红变合10张一张都没有是一样。2个，哎呦喂呀，这个不错哎、欸，最后一颗，最后一颗，你只能按一下，剩一颗啦，加油啊！按出来，海底捞月吧。哎呦，哎、欸，不错哎，你这个海底捞月还不错，有不错，20颗弄完了，你可以制作了、嗯，来吧，然后打完小 boss 哦，现在中头目啊，这个制作几率是20%，好希望今天晚上有5楼支配可以玩，硬哦，哎呦，不错哦，数学大师。再来一颗，碎啦，漂亮！平均300万钻，你这样出也不亏啦，也没花到那么多。嗯，再来，你还可以做3次吧？
应该有。哇、嗯，没有，最后一次。哦，还打到酷寒匕首杀小，哎、欸，成功哎、欸，海底捞月没败。好，来了，打完了，各位，刚才中头目打完了，我们要打大 boss 了，柴王的柴。这几趴？10%，他可是大 boss 的。来吧，你看你要怎么按，你要一次一颗，哇，这么拼。他只能一次一颗。哦，对，他现在改成只能一次一颗，被我们玩坏了。我都想起来，百鬼条款，之前可以一次好几颗，现在只能一次一颗。拜托，得失心不要得失心，我平常心，我平常心，我没有得失心，完全没有。左下角那个1月24是百鬼日吗？差不多。哦，那那个亮光我以为过了。啊，失败了。还有一颗，你还有一颗。那直接按吧。那、哦、没了。明天再来吧。明天请早。杀6000多个，好，五楼至尊，今天第二次挑战，好，来五楼移动符，第一颗，第一颗，哦，两，哦，三中二是不是？对，还不错，来了来了，开撞开撞开撞，没有啊。上次好像我记得前面运气不错，后面被咬。对啊。最后一舞了，我们剩910钻，没钱了。好，这个结束，我们就可以他妈的去打德州了，去打德州了。人家是怕钻用完，你是恨不得想把钻赶快花完。妈的，这游戏花钱真的太慢了，这样就浪费我们2个小时。妈的，我要去血洗大家。对啊。哎呦，很好，速度，这个速度有，大量出奇迹，倒数7颗，不要再叫点歌银行，我们现在只想绕跑啊！有玩炸的吗？没有，有那种会炸的，我会找你。移动符，一颗几率是20%。哦，看这个，我都看到心脏有点会痛。一个一个一个。哦，第二个，我们剩没几个，哇，硬邦邦，最后一个，哦，哎，恭喜，再做一个，这样很少，这样做出来才厉害，才有成就感，能做3次，好吧，祷告吧，10%的几率，3次，大概懂点歌为什么会做100多颗了，其实我觉得如果存60颗去做，基本上是稳出的。没事，你在祷告吗？你在想是不是？你看在沉思。要打德州了吗？德州！哎呀，还有2颗。哇，没事啊，没中我们就下礼拜见。下礼拜见。好，走啊，我们去打德州了啦，回家了。我们去打德州了啦，回家了。海底捞月中洞之梦。就跟你说吧，真的哎、欸，哦，好烦哦、喔，好帅哦、喔，我们可以去打德州，可以开心去打德州，就心情有点不一样，可以放过我，可以开心去打德州，哦，毕业了，毕业了，毕业了吧？谢谢点歌电台子，好像好像有点过分，看你刚才是觉得捞赛，你看觉得干没了？没有，我没有觉得捞赛，我只是想说赶快按出来，我可以去打德州、啊。哇，可以说光头 no money 了吗？哎、欸，李文柱 no money， no money， no hair， no brave。哇，这一颗我们花了多少钱啊？170万钻啊！我们这颗五楼支配，我们花了170万钻。目前毕业咯，我们1、2、3、4、5楼的支配都有了。五楼梳理一下好了，以资庆祝，咻咻咻咻咻！哎，我们去暴走区练功看看好了。目前是练功装啊，挂挂看吧。哎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，可以单挂了，妖精可以单挂了，很有感觉、欸。而且我们现在是穿经验装跟经验魔眼，哦，可以哦，那真的是练功效率会大幅提升哦。
大家好，我是林武聪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。呵呵呵呵。